在咱老市，包括了嘉禾、中强五个社区的干部甲职工，顶个月才拄结束将近半年的团体活动师资训练课程了后，最近开始到市区来社区，也是养护中心来服务。今日来到杰瑞老人养护中心，除了表演跳舞以外，佫设计了真好耍的互动游戏，用欢喜心来陪伴这时代长辈。十多位团体活动的教师，做伙到南投市一间老人安养中心跳舞互动陪看。内底有南投市嘉禾、宜兰、凤鸣、内兴、福山五个社区的干部以及志工，因唔呐表演，嘛带阿公阿妈做伙耍游戏。看了心情真好，真欢喜。哦，头拄啊耍球真好耍。我游戏是趣味啦，跳舞啊足好看。咱咧嘉禾社区的干部带遮侪。拢来遮办遮活动，吼、哦，啊带动遮阿公阿嬷，啊希望以后会较常来阮这个中心办这个活动。平常时，因拢有家己的工课，不过为着到安养中心来服务长辈，因是特别拨出时间来到遮。今天来看到大家吼带活动吼，觉得很高兴，而且有这个互动吼，觉得不错。哎，是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继续。来表演，让老人家哈高兴高兴。因为阮感觉讲，甲遮较长者来遮活动哦，阮足欢喜的。啊，嘛样哦，阮增加阮的一挂常识，一挂迄落。啊，阮带动因欢喜，阮家己嘛足快乐的啦。啊，阮两个是半时间来啦，因为厝吼拢真正有工课。遮团体活动教师原本拢是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志工，即摆来到安养中心，甲以前比起来是相当无同款的经验。通常呢，据点的老人呢，他们都是比较健康的，他们可以自己呢行动到社区关怀据点去活动。那机构的老人呢，通常呢不是有病痛，就是说哈在身体上面有一点缺陷或者是说在智能上面的问题，所以才需要机构服务。所以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呢，要更用心，然后要设计的活动呢，必须比跟据点的老人的活动是不一样的。透过这种方式，唔呐增加因教学经验，嘛带予遮个长辈快乐，会当讲是相当有意义。嘛希望有搁较侪朋友做伙来做志工，陪伴身边的长辈。记者陈世昌报道。